上次答应大家吃波龙，今天他来了。好了，剩下的是我的，哈哈哈。猫咪不吃猫草怎么办？首先拆一包猫咪平时爱吃的肉肉，先吃一口肉肉，把猫草像包寿司一样包住肉肉，你的猫咪就会爱上吃猫草了。我们再来试一下，猫草有助于猫咪排出肠胃的毛球，不爱吃猫草的宝贝赶紧试试吧。